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啊。阿舍利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中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556页第二行，从第二个字看起啊，行者，身口意之造作，德行所成之善，谓为德；能成之道，谓为行。故德行，指功德与行业，又指具足功德之行，即戒定慧三无漏学与六度也。前面我们学到此地啊，这一段文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呢，非常重要。行是行为，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，念头有染净，有迷雾，有善恶啊。从起心动念发之于身口啊，身口之所造，是由意业来智慧它。所以，修行呢，意业最重。啊，如果没有恶念，没有邪念，身根余业利我向善了啊！如果心里面有恶念，身口纵然是饮食，真正有功夫、有道行的人呢，还是会看穿啊！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学佛的人，为什么修的人很多，成就的人很少？以念佛人来说，60年前李老师常讲，
他不说别人，说台中联社。台中联社呢，是他老人家创办的。联社在台湾是个政法道场，我到台中去求学，那一年是联社成立10周年。联社的联友有20万人。我在台中住10年。离开的时候，台中联社的联友50万人。10年。长了1倍半。老师常说，这么多念佛人，真正能往生的10000个人，大概只有3、5个往生。这老师说的实话。60年前，60年后的今天，老师不在了。10000人当中有几个人能往生？我想应该是1、2个。4、5个推到1、2个。为什么这么难？难在意义念头啊。念头要善。真我、是非、善恶，一定要有能力辨别清楚。修行修什么？无非是断恶修善。我的念头，我的行为感应的是三恶道。念佛人堕落到三途里面去不少啊。灌顶大师在《大师之圆通章》里面告诉我们，念佛100种果报。第一个就是无间地狱。我早年学讲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》，采用灌顶大师的疏钞，疏根钞都是他做的，他是乾隆时候的大德。著述非常丰富，好像日本万字虚藏就收了20多种，他的著作差不多有40、50种。我听看到这一句话，我非常茫然，心里想着。念佛的人纵然不好堕三途，也不至于堕到无间地狱。这个说的太严重了。他从这里开始到第一百个，那是十宝庄严土的上品上层。我拿的这个本子向老师请教，老师一看这是大问题，我不跟你一个人讲，讲经的时候跟大家宣讲。
这就说到心不善了。如果说是念阿弥陀佛，心不善，口不善，说话不善，行为不善，会招这个果报。啊，没有放下自私自利，没有放下名闻利养，依然跟世俗人一样争名夺利。啊，争名夺利就违背三宝，甚至于毁谤三宝。有，不是没有。啊，破和合身，这个罪就重了。有意无意，我们常常遇到，遇到不能说，啊，自己要时时刻刻提高警觉，啊，那么这些与卧道相应的，我们有没有造？啊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啊，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我们常说，这个也是李老师的话。把这个心里面一切善不善的念头统统要放下。为什么？不善的念头那是三恶道的业因，善的念头是三善道的业因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真想出六道轮回，就把这个善不善通通洗刷干净，把阿弥陀佛请来放在心上。啊，心上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也不放。啊，心里就是阿弥陀佛，那你的眼一定是阿弥陀佛，行一定是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决定得生。啊，像这样的人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。啊，这个话是早年我在台中听李老师说的。啊，真正往生呢一定要这样做，没有做到呢赶快加强补充，一定要把它补出来。啊，关键全在放下万缘，要真放得下，你才能真正做到。啊，德行所成之善，这叫做德；能行之道，这个道是方法，啊，是道路，啊，方法就是道路。你真正能够修得成，这是行。啊，像刚才所说的，清除我们心里面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这个东西要放下。
妄想难，难在哪里呢？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妄想，这个妄想是弥勒菩萨所说的，一秒钟有1600兆个妄想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不知道，你怎么能断它？啊，所以这是化身菩萨的事情。我们没有明心见性，决定见不到。那么我们从哪里下手呢？从分别执着下手，学这真功夫。啊，也就是这一天早晨起来到晚上睡觉之前，这一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啊，学什么呢？学不执着，不分别，这就是真正功夫。啊，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。啊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念头。这叫真念佛人。啊，功夫虽然不圆满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妄想没放下，不要紧。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是阿惟越致菩萨。啊，得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你就全放下了，而且不知不觉地放下了。所以德行这两个字要重视，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跟德相应。啊，中国老祖宗教导我们，我们把伦常八德归纳起来12个字，这12个字就是德行：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。啊，这是德行。啊，佛法里面教导我们戒定慧三修，啊，菩萨的三学六度六火，啊，我们净宗所提倡的5个科目不多，啊，净业三福、六火、三学六度、普贤十愿，啊，就这5个科目。啊，起心动念要跟这5个科目去对一对，相应的可以做，相违背的不可以做。这个人叫真修行啊。啊，修净土就更容易了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是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杂念。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
不是六根今年相继啊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啊，净宗比其他的法门容易修啊，净宗有依靠啊，啊，完全依靠阿弥陀佛。又会书曰：“行为行业。”善业所作，这是行，行业；德为福德，行之所感。啊，我们行为所感的善行，善行感的是福德；不善的心行感得的是灾难。啊，我们相信世尊在经上讲的话，一切法从心相生，这个一切法包括宇宙之间万事万法，所以起心动念不能不净身啊，实实在在说，绝对不应该起一个恶念。恶念是自私自利，是名闻利养，是损人利己，这非常非常不好的念头。啊，起心动念能成就别人，能帮助别人，这是善念。帮助别人越多，帮助的时间越久，这个善的功德就越大。啊，如果说不善的念头，啊，那是障碍别人。陷害别人，言论影响，这个不善影响的人很多，影响的时间很久，那他的罪过就非常重了。六道轮回是善恶业所感的，你既然造了，一定感受果报。啊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啊，德的反面就是灾难了。啊，全是行之所感，又非朝夕所得，故云即止。我们天天在造啊，从一出生就在造啊，一出生天真烂漫，性德流露时间不长啊，小孩一出生，他张开眼睛，竖起耳朵，他已经在学习了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讲胎教。它有道理啊！
小孩在这个时候，特别是三四月的时候，非常明显，你看到他表现出来的是自信的增长，完全是真心流露，不杂妄想杂念，没有，他完全没有。可是他天天在受影响，他所看到的、所听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会影响他。如果是正面的，他就学好了；负面的呢，他就学坏了。古时候的胎教，从怀胎到出生，出生之后到三岁，满三岁，1000天。这1000天真正叫做扎根教育。母亲负责人，做出好榜样给他看。让他看见的、听见的、接触的，全都是伦理道德。父亲母亲都要把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做出来给小孩看。他看了1000天，根深蒂固。这叫扎根呢？他一辈子都不会学坏。为什么呢？虽然三岁很小，他有能力辨别真妄、是非、善恶，他有能力，他看了1000天了。符合他所知道的标准，他接受。不符合这个标准，是负面的、反面的，他排斥。他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古谚语说3岁看80啊，他到80岁都不会学会。可见扎根教育重要啊！现在社会为什么这么乱？扎根教育疏忽了，没人教了。现在父母不懂，父母没受过这个教育，是他的父母也不懂。那么这种教育的理念，满清末年就疏忽了。满清最后的100年，特别是慈禧太后主政，完全疏忽了，对古圣先贤、对祖宗不尊重了，不像过去那样的真诚恭敬心。居上位的表这个法，这个法不好，所以上行下效啊！国家领导疏忽了，不重视了，下面文武百官以及人民
对这个信心逐渐也淡薄了。啊，到民国初年，还有几个人讲，还有讲学的，没人学了。啊，我们说某人某人的传人，言语传下来了，他做到没有？他没做到，他比不上那老师，他老师做到了，他没做到。现在呢，连讲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要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个简单事情，没有圣贤怎么能恢复？啊，圣贤从哪里来？圣贤从真正觉悟当中来。啊，我有理由相信，中国有14亿万人，这么多人口当中，肯定有真正觉悟的人。啊，真正觉悟的人不必多，有个20-30个，70-80个就兴旺起来了。啊，这些人男女老少不拘，只要他觉悟，只要他有使命感，做出牺牲奉献。啊，牺牲的是什么呢？名闻利养。啊，五欲六尘这个东西他能丢掉，他不要了。啊，专心在圣学里头下功夫，圣学核心就是真诚心。啊，学者一味以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以真诚心生活。啊，决定不用妄心。真诚心就是菩提心。啊，发菩提心。净业三福最后一条啊，菩萨了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劝进行者，在今天社会，只要有这样人能行这四句话，这就是菩萨因化，就能拯救世界，就能够复兴传统文化。啊，这样的人我们也不必去找，找也找不到。啊，细心去观察人当中有。啊，如果发现我们要鼓励他，要帮助他，要成就他。啊，怎么帮助，怎么成就？要给他一个学习的环境。啊，读书的环境。我们建立一个书院，建立一个学校，这个学校我们要想办法筹募基金。啊，他们来学习的时候我们不收学费，而且还提供他衣食住行，让他什么都不操心。
他家里如果还有妻子儿女有父母，我们要负责来给你养他们啊，让他安心去读书啊，每个星期给我们做一次报告，这就是他的成绩啊，他对得起这些护法，这些护法全心全力照顾他啊，他要拿出成绩出来，也就是让他能够把根扎好，这个根伦理道德的根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儒释道的三个根，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，他真做到了啊，没有这三个根，他纵然学悟有、学业有成，烦恼习气没断，他会变节这个事情也是正常的，没有根嘛，哪个人没有私心的啊？谚语有所谓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这个话是错误的，但是这个话有道理啊，哪一个不为自己？真正不为自己的人，天不会助他，地不会灭他。为什么？那是圣人，那是佛菩萨，他不是凡人。啊，可是一般人都有这个概念，这就是他要保护他的私心，他的欲望。啊，所以德行教育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真正能够把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做好，这个人就是圣贤种子。啊，佛菩萨的胚胎，他将来一定成圣成贤，一定成佛作主。啊，大众对他的供养，值得的。啊，大众对他的供养，那真正是佩服了。啊，学习一门功课，思考里头，经史子集都可以。啊，只要你学一种，不能学两种。顺念之后，你就是专家学者。啊，每一个星期两小时课。十年不间断，这个成绩非常可观。啊，一年算50个星期，就是100个小时，十年是1000个小时，1000个小时的报告。啊，这个报告要有文字的，还有录像记录的。
啊，凭这个成绩，我们向国家教育部送给他审查，请他授予汉学博士学位，他有资格，有能力，在全世界大学里面去教授汉学，师资就有了。现在师资找不到啊！啊，甚年才能把师资培养出来。瞬间的时间不长啊，一瞬之间就过去了。啊，这叫积智。积者积累，如点滴所聚；知者培植，似育苗成林。今世久远呢，不可继承呢，故云无量劫。菩萨成佛不容易，无量劫累积的德行。我们今天讲，我们要培养传统文化的老师，十年的累积福德，啊，培养一个好的老师，啊，成佛做祖可不简单，啊，要无量劫。我们能够对敬重深心不疑，一心专取啊，我这一生什么都放下了，全心全意在这一部经上下功夫，一句名号上下功夫，决定往生不退成佛，这也是无量劫的累积。那我这一生呢，几年之间的累积，怎么会是无量劫呢？无量劫是佛说的，说得好，我们有理由相信。修行这种人多啊，菩提心发不出来啊。真正能发菩提心，佛说的，这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，那不就要无量劫吗？现前听到这句佛号，听到《无量寿经》的经文，生欢喜心，没有疑惑，他就真正相信，真正欢喜，真正发心依教奉行。这个人不是凡人啊，也就是说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累积功德不可思议啊，他绝不是一生一世的善根，多生多劫善根啊，现在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，这个心才发得起来。
不是一般人想发起心就发心的，他发不起来啊。发了两三天就退了。啊，很多很多，太多了，发心射出来，射完了就没有了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口皮上我发了无体心、菩提心，菩提心射完了，他就发完了，他就没有了。这种人占多数，啊，假的不是真的。啊，真发菩提心，佛都赞叹。诸佛赞叹，龙天善神拥护，真发菩提。啊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以真心待人接物。啊，小的从日常生活、穿衣吃饭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。啊，真心记住标准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吃东西我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，这心不清净，有执着有分别，这不是菩提，妄心。啊，穿衣服我愿意穿这个衣服，不想穿那个衣服，你有分别有执着。啊，总而言之，待人接物，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，全是六道凡夫。啊，这个心想轮回心呐、啊，用轮回心呢、啊、修净土还是搞轮回。出不去啊！分别执着太严重了啊！什么时候分别执着放下了，你自己往生就有把握了，你就有信心了啊！还有这样严重的分别执着，自己真的是没把握。啊，所以修敬业在哪里修？就在生活当中修，在你工作里面修，在待人接物之处修。啊，修什么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啊，起心动念太深，太微细，我们没法子。那我们就在分别执着上下功夫。啊，这么多年来已经养成了分别执着的习惯，现在我把这个习惯放下，时时刻刻提高警觉，不要再犯这个错误，一切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决定不要跟人计较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把自己的毛病习气除掉。啊，别人有分别有执着，我不分别不执着。他一定要怎么做，我随顺他。跟别人不会发生冲突。啊，为什么我随顺他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既然是虚妄，我何必执着？我何必分别？啊，清净心能转境界，分别执着是被境界所转。啊，我们要学学能转境界，不被境界转，那你就得自在了。
楞严经上所说的，若能转进则通如来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能转境界，不被境界转了，你跟如来就接近了，越来越接近了。啊，许多人不知道修，不懂得怎么修法，以为经念多了就修行，不是的。经念多是一种方法，是叫你修定的，你定不下来，叫你去读经，一遍一遍读，就读书千遍，啊，一千遍读下来，心定了，目的在此地，定生智慧，啊，随着手段，啊，世间圣人都不重视记问之学，何况佛菩萨。啊，我们看得多，听得多，学得多，这叫记问之学。啊，下面一句话说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啊，他没有资格叫人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自己的东西，他完全是别人的。自己的东西是真实智慧，他智慧没有开呀，啊，全是记着别人的，这道听途说，错误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中国人的学问是讲求真实智慧。啊，印度的佛教也如是。智慧从哪里来？从真心来。妄心里头没有智慧，真心有智慧。真心从哪里来？真心就是禅定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时候说的，何其自信，本无动摇，那就真心。所以真心是不动的。啊，你把心定在一处，那个心就是真心。心到处乱跑，这心是妄心。啊，所以佛教人这一句话在大小乘经上都有，智性一处，无私不办。也有的地方翻成止性一处，静止的止，止性一处，无私不办。啊，佛法里是教这个。这个道理孟夫子得到消息。孟子里头有一句话是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，这就是智性一处。那我们心散乱，你跑在外头，你能把这个心收在一处，这就是学问。学问就智慧，无私自通啊。这真东西啊。啊，真的，中国东西确实有它的深度。实际上呢，它不难学。
只要你肯相信，你不怀疑，你认真去做，你决定会有成就。啊，但是这种成就，真成就了，你没有学历，在这个社会上可能找不到工作，可是你真有智慧啊，什么问题都难不到你。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找国家领导人啊。国家领导人相信了，发大心来培养一批啊，这样一个这些没有学历的专家学者，啊，他要能够认可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我在印尼。印尼回教大学送我一个博士学位，我听说是有80多个人推荐啊，也就是认同，里面有过去的瓦西德总统啊，校长跟我说，啊，他说只要有瓦西德一个人推荐，学校都会送博士学位。啊，可是真正读书人，真正有成就的人，他对这个没兴趣啊。要这干什么？他对这个很淡薄，可是社会上他真要啊！啊，现在的社会就是学历、经历，啊，就凭这个。来核定你的品位啊，你属于哪个等级啊，没有真正看你的能力，看你的智慧学问，没这个，他就凭文凭啊，文凭在现在社会起到这个作用，所以大家真的啊，真名校啊！啊，剑桥大学来要我，在伦敦去办一个大乘佛学院。啊，麦达维教授替我争取的，这是名闻利养啊！剑桥是全世界排名第3的，这非常有地位。我谢谢他，谢绝了。啊，要是搞名利，我就不会谢他了。我马上感谢他，我就要了。哎，要了怎么样？要了以后还继续搞六道轮回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
你得以学校的要求啊，不能以我们自己的要求啊。以学校要求，我知道，他们所学的佛学，大乘佛学。我去当这个佛学院的院长。这些名义上是专家学者，佛学家，实际上戒定慧都没有，三个字一个都没有。那我们在佛法里面就有罪了。佛法的教学决定是戒定慧，但是戒定慧他们学校决定不承认。所以我跟他谈了，我们教法一门深入，十年为限，这个学期是十年。他们这就不懂了。他们还是四年大学。两年硕士，两年的博士，这样搞不出来呀！尤其是十年专学一样东西，他们无法理解。他这怎么学呢？不学过了吗？就学第二遍，第二遍学第三遍，哪有这种学法的？全世界找不到。对，我们是全世界真找不到。但是在东方就这一样东西他学一辈子。十年是根扎稳了。十年之后他依旧搞这样啊。越搞越精呢。所以到最后是精通啊，不是普通的通啊。而且这一步钻通了，其他的触类旁通，没有学过的他一接触也通了。那么在知识就不行，你没有学过的你不通。你比如说学华严，法华经你就不懂，楞严经你就不懂，你没学过。这学通的人呢，一切经全通了。他来讲决定没有过失。为什么？智慧开了。对，佛儒跟佛包括道都讲开悟。目的是开悟。与这个课程真的是不相干。那么学校规定要读多少多少个学分，这学分分配在哪些课程里头，那这个我们就受限制了。所以这不能去，那世间学校。所以我们今天搞汉学院，汉学院里头有儒释道，都包括在汉学里头。无论你是学儒、学道、学佛，只能学一样。而且只能专攻一部经，决定不能搞太多。十年专攻这一部，一边讲完讲第二遍，二边讲完讲三遍，三边讲完讲四遍，越讲越精。我自己有体验的。初学佛的时候，我学楞严，我讲过七遍。李老师往生之后，我用他的眉珠讲无量寿经，讲了十遍。现在我们用
黄念祖老居士的遗嘱，这是第三遍。我发心是一年讲一遍，喝多久就讲多久。啊，一门呐，没有第二门呐。门门虽然都能讲，依旧讲一门。啊，这一门是什么？这一门就是戒定慧。搞多了，戒定慧就没有了。啊，戒定慧落实在一门深入。落实在其意自见。啊，看到经文意思就升起来了，无量意也。啊，经本确确实实，经跟注解，注解里头很多都是经论。啊，一半是祖师大德的著述，都是开悟人所说的。啊，你看到这个文字就生无量意。啊，深讲、浅讲、长讲、短讲，随意也，没有丝毫拘束。啊，不用被迫，虽然不用被迫，可是我天天要读经呢。读经是自己的事情啊，啊，分享是帮助别人的，自他两利也，所以读得要正干。啊，这个里头有乐趣，乐趣无穷啊，法喜充满了。啊，所以是积累，积功累德。啊，这无量劫，我们看底下一段，别写。别行里头分三段，第一段自利行，啊，一定是先自利，然后才能利他。自己没有成就，怎么能成就别人？啊，自利里面有分三小段，第一个小段。利欲念佛，这自利心呢、啊？经文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想对缘身心越想。眼对色，起心动念，
这叫响啊。耳听音声，鼻闻香，口舌尝味，啊，身接触，啊，意，意就是我们讲心思想，啊，这叫六根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分别执着，这个叫想。啊，如于尽之取，啊，执着，执着，然后怎么取相？男女等种种差别之相，这就相啊。能取境界差别故，啊，相里面呢？这很复杂，无量无边的，把它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三大类：贪的相、嗔恨的相、愚痴的相。啊，总不外乎这个三大类。如瑜伽罗月问经啊，这是引用经文里头一段话，为菩萨行布施时，以利欲想、修持想、无痴想对治三恶想。这有想啊，啊，修布施、利欲，欲食欲望。一般人修布施，他有欲望啊？为什么呢？佛在经上说，财布施得财富。他把它当生意来做，我布施啊，这有利应的，一本万利呀、啊！啊，得财富，如果布施不得财富，我不干了。布施一定得财富，这话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可是他有得财富的念头啊，他能得到。得到的不多，他如果没有得着财富的想，他得到的多，啊，这个一般人不知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用妄心，妄心有命运。你用真心，真心没有命运的。真心里面得的财是自信里的无尽的财宝啊！啊，为什么人要开悟？这开悟的好处太多了。啊，不但有求必应，心想事成，而且具足无量神通。啊，这是世间法不能相比的。啊，所以要离欲。啊，不是。欢欢喜喜布施，不要想我得到什么，什么念头都没有。
啊，看到别人有需要的，尤其在遇到灾难的时候，啊，我们有能力全心全力帮助他，啊，修慈祥，这是慈悲心。啊，慈悲心我们常讲，这是自心里头第一心的。啊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表现在父子有亲。啊，父母对儿女，特别是小孩出生100天。这个时候最明显，你看小孩的眼神，看他的动作，他对父母的爱，这个时候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对每个人都爱，他不认生，谁抱他都欢喜。啊，到他认生，那就有分别了，有执着了。他还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完全天真。啊，你看这个，啊，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呢、啊、看出来了，明白了，人有天真，天真在这个时候表现。啊，到小孩认生了，认得父母，不是父母都不要了。这个就有分别之处了。啊，天真就没有了。啊，100天大概还不认识。啊，那一种的爱，真爱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分别，没有之处。啊，甚至没有起心动念，真爱，这不是假的，这是自信本有的，不是学来的。啊，所以是体露真常啊，在他身体显出真常，真常就是心德，就是自信。啊，你能见到。啊，孤身现形，见到之后就想到一个问题，如何能叫这一种真常的心得一生当中啊保持不会变质，这多幸福啊，所以这个就要靠教育了。啊，古人知道啊，性相近，习相远呢。啊，我们这个天性跟佛的天性相同，跟天地万物的自性相同。啊，所以人要爱天地万物。我们完全同一个自信啊，一切万物是自信变的。慧能大师说得很好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万法跟我是一体啊，怎么会不亲爱呢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所以要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啊，那么跟他接触的环境有很大关系。啊，这是说心相近，习相远。于是，这个小孩，啊，
要照顾他，让他只能看到正面的，他就学到正面的。一切负面的、不善的，不能让他看见，不能让他听见，不能让他接触到。要看三年，从出生到三岁，要把他看得牢牢的，决定不让他接触一切不善的、负面的。这样他就完全养成了正面，叫正气。三岁他就有能力辨别正妄、邪正、是非、善恶，他就有能力。凡是一切负面不善的，他自然不接触。对，这一千年、七天的养成了习惯。所以三岁看八十，到八十岁不会变质。教育的功德了，所以三字经上提出一句严重的警告：狗不教，心乃迁。你要不好好的教啊，他的心就变坏了，他就受染污了。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说：子不教，人心坏了，家不齐，社会乱了。这两句话我们在从前念印象不深刻，现在整个社会看，社会问题出来了，怎么出来的？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是子不教，家不齐。子不子，父不父，家也不像个家。造成今天社会现象啊。这个现象的原因，在中国书籍里面去看，讲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跟这个生病一样，你把病源找到了，你就有办法对症下药。怎么办呢？赶快教啊！光是口教没用，没人相信。那要怎么教呢？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。我们把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三页》做成榜样，他相信了。2006年的年初，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。到3月份。效果卓著，真做出来了。丢掉了200年，3-4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，我都不敢相信。我给这些老师们说，我说在当前这个环境里头，我们要非常非常谦虚，决定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能力教得这么好，那你就错了。这个成绩从哪里来？祖宗之德，祖宗保佑的，三宝加持的，不是人能做得出来的。我说我们要感恩，感恩祖宗，感恩佛菩萨，
感恩汤池人民跟我们合作。如果我们一生骄慢，哎呀，我们有能力教得这么好，那完了。这个保不住了。所以用真心，真心不能退转走妄心。一退到明文力量，全完了。退到明文力量就是贬值了。从正面变到负面去了，从无量功德变成无量的罪业，那完全错了。帮助这个社会，就像美国布莱登所说的，帮助大家起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我们朝这个方向走，这是光明大道。这个话是量子力学家说的。千万不能生起自己的名闻利养，这个地方教给我，不起贪嗔痴欲住相。我们要是起了贪嗔痴欲住相，错了，那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这个此地注解里面说，贪想、嗔想、痴欲想是三恶想，这个欲就是欲望，过人的名闻利养。有这个念头不好了。瑜伽罗月经里面菩萨行布施时，你看头一个没有自己的欲望。没有自己的厉害。修慈想、无痴想、对治三恶想。菩萨学所有这个舍所事物生利欲想，与求者呢娱乐因缘，我有多的我送给别人，帮助别人，别人缺乏得到了他欢喜，所以讲跟他结善缘，结法缘，故嗔恨心薄，这就是修慈相。特别是我们居住的地方，这就是我们修行的处所。我们的那些邻居邻里乡党怎么样帮助他，我们有多的吃的用的，我们自己省一点，多跟大家结缘，每一家都送，特别是老人，常常慰问他，常常送东西给他，原先不相往来，这么一来的话就很亲热了，
啊，邻居每个人都会打招呼，啊，见人都是满面笑容，这风气就改了。我住在六合园一年了，啊，原本这个地方是这个村子里头，这一个村大概有80多户，啊，人与人不相往来，见面没打招呼的，啊，现在我们主动给别人打招呼，啊，他不给我打招呼，我也给他打招呼。我也对他笑笑眯眯的，啊，问他好。啊，现在都会打招呼了。啊，我们这些吃的东西，供养太多了，拿到大家分。啊，家家欢喜啊！啊，老人我们特别照顾。啊，这个地方上有一个很老的一个修行小道场，不大，只有几间房子。以前听说是几个比丘尼在里面修行，这些人过世之后，产权是他们的，没有人继承。啊，村子里面人大家商量，村长找大家作为这个村公用的场所。啊，这是属于村的。啊，把它重新修理整修一下，作为这一个村大众聚会的场所。啊，里面供佛像，做一个小念佛堂。好事啊，来找我，啊，我帮他们建起来，奉献给这个村。啊，村民办什么活动，有场所了。啊，在这个地方居住3年。这个小村就变成一家人了，和谐示范村了。啊，这个小村里面有不同的宗教信仰，我们统统尊重。啊，我们提倡宗教是一家人。啊，再进一步，我们提倡宗教要常常在一起学习。啊，各种宗教的经，我们通通都可以学习，都可以拿来讲解。啊，宗教与宗教之间就不至于起误会，啊，不至于有冲突发生，啊，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！说以此布施功德了。回向无上道啊，这痴心不啊，不愚痴啊，不要求世间名闻利养，要求无上道。无上道真舍智慧啊，今法藏大师。不起三恶想，立诸烦恼啊！
啊，贪嗔痴欲，他不起这个念头啊。啊，怎么修法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不起贪嗔痴欲。不着色身香味触法啊，工作里面也不起这个恶念，待人接物通通不起贪嗔痴欲住相。下面说不着色身香味触法啊，不着这两个字，不贪著啊，色等六尘，就是色身香味触法，没有贪心啊。眼见的是色法，耳听的是声法啊，鼻所闻的是香，舌上尝的是味。啊，身体接触的是触，起心动念是想，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，对的应对的就是色身香味触法。啊，根尘相接触的时候，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这就好。啊，这叫真功夫。啊，能够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就不会受境界的影响。它不影响你，你就自在了。啊，什么叫影响呢？眼见色，马上升起贪心，喜欢它，讨厌它。啊，喜欢是贪心的正面，讨厌是贪心的负面，这个一个贪心有正负统统包括在里头啊。耳听音声也是有正负两面啊，你有分别有执着，有喜欢听的有不喜欢听的啊，不起这个念头，心就清净了。起这个念头啊，心就不清净了。那我们起什么念头呢？起最好起阿弥陀佛念头，好听的阿弥陀佛，不好听的也是阿弥陀佛啊，好看的阿弥陀佛，不好看的也是阿弥陀佛，通通归上阿弥陀佛。对了，正念现前了啊，这经中是净念现前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色等六尘也。啊，这下面有解释。第一个，色尘，一切形色，如青黄赤白及种种形象。啊，眼见的对象就是色。用这个字做代表啊。第二呢，声尘，一切音声啊，乐声与噪音，乐声是音乐啊，悦耳的声音啊，反面是噪音，你听得很难受的声尘。三，响尘，鼻之所以辨别者啊，芬香与恶臭，这都是属于香尘啊。香有正面有负面，芬香是正面，恶臭是负面。味尘，舌之所辨啊，
食宿禅这讲饮食，饮食之种种美劣之味。啊，这些都是人的人之所长，叫长情呐、啊，情史啊，情史范围包括的很广啊，情史要淡啊，饮食只要能够保持着营养。有足够的养分就够了，不必贪图美味。啊，分量，佛法里面讲印量，与自己的量要相应，不要多吃，宁愿少吃一点。啊，中国古人教人饮食七分饱就够了，吃太多了容易得病。啊，为什么？增加肠胃的负担，它要消化了啊，过分的它消化不了啊，就得毛病了。所以能够少吃一点，减轻它消化的负担，这是你对肠胃的爱护啊。你要喜欢吃这些美味啊，无限量的吃，你很爱舌头，你不爱肠胃啊，满足舌头的欲望吗？肠胃可苦了。那所以你要有平等的爱心啊，不能偏爱啊。啊，这些都要懂得了。啊，第五，除尘，身之所变。例如细滑粗色、寒热温和等等啊，总而言之，在这个里头不能生贪念，不能有爱好，有爱好有贪念你就迷了，这个迷对往生起作用。那往生你会想想，你还有很多喜爱的东西带不走，这个念头一起来，阿弥陀佛就走了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、啊、那么就只好再搞六道轮回啊。所以对于五欲六尘要淡薄啊，没有贪念，没有爱着，这就好。法尘是一根对的，我们通常讲心，对前五尘呢分别好丑，而其善恶诸法。啊，分别前面呢眼耳鼻舌身只是传递信息，它没有分别。没有执着啊，执着是谁呢？第七识摩那执着，第六识分别啊，这个就是八识同时起作用啊。每一天从早到晚都干这个事情，你要把它看破，你要了解真相，把它看破，然后你就自在了啊，真正能随缘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
不再跟人争了，不再跟人辩论了，人家干什么都好。啊，一心只求往生净土，只求清净弥陀。啊，极乐世界是学校，我们到那儿去上学，毕业就成佛了。啊，不成佛你就不会毕业。啊，决定成佛，而且非常快速的成佛。啊，这是很难得的缘分呐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呢，一定要把它把握住。我们再往下去看，往底下看注解哈，又此六尘中，如男女之美容，四诸各有，四诸是音乐啊。中国的音乐器，弦乐器是四啊，像笛子、箫，这是竹啊，用竹作为乐器的很多啊。那么这些乐音，弹响啊，这是鼻闻的，与男女的声响啊。这些都是属于六尘当中，六尘当中的饮食，讲求饮食的美味就更多了。啊，特别是中国饮食的文化。比外国人考究，外国人对饮食比我们简单，这是真的。中国人在这上花的时间太多了，浪费的时间。啊，我记得我在澳洲，格里菲斯大学的校长请我吃饭，在他家里啊，这是对客人最尊重的啊。他的家住在公寓房子，黄金海岸啊，是学校公寓房子，家里没有佣人，就是夫妻两个啊，请我吃饭呢，两个菜，校长自己做一个菜，他的夫人做一个菜啊，客人是两个，我们四个人吃饭，你看两个菜做得不错，味道也很好啊，吃得很舒服。不像中国，中国要是请客贵宾，那个排场可大了啊。在这一方面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外国好，很实在啊。抗战时期我们做学生的时代啊，国家养我们，我们是流亡学生的 啊离开家庭，没有父母照顾啊，就战争打逃难的逃乱了啊，学校来收养我们，学校就是我们家庭啊，学校是公费，我们不但不交学费，还要发给我们粮食，发给我们衣服啊。所以在抗战期间，当兵的人叫秋八，我们这些流亡学生叫秋九啊，国家来养活我们，
我们吃饭四菜一汤，一个桌子八个人，四生共同生活在一起，一家人一样，所以我们对于老师、对于同学那个亲情，现在世界上没有了。我们都是患难的，同命相连的，互相照顾、互相关怀、互相帮助。同学跟兄弟姐妹一样，老师跟父子一样，比父子还要亲，同学比兄弟还要亲。患难当中啊，互相照顾。我念书的学校在贵州铜仁，是国立第三中学。学校是国家办的，完全是公费。底下接着，上妙衣服，与男女身份，柔软细滑之出去，戒令众生贪着其事，不得处理。这个一定要知道。这就是贪嗔痴啊！你没有办法出离六道轮回，今法藏菩萨内无我相，没有我你，借力惑因，迷惑的因没有了。你要是有这种迷念的想法，这就是迷惑的因。他内没有这个想法，外面呢不着六尘，这是离惑的缘，迷惑的缘。因缘都卸掉，都放下了。净心法师说：“内因即离，外缘是止。”内里面不想了，没有这个念头了。外面的缘自然就不会引诱你了。你不会被外面境缘所动。内有这个念头，外面就很容易悟然。内里面没有这个缘，没有这个念头，外面境界就不会再干扰你了。净心时明其因果，这就不住。由于无三恶相，乃立惑因、惑业之因。六尘为缘，不住六尘，复立其惑之缘。净心时明其因果，为内立惑业之因，故能止外惑业之缘，内外皆离。学佛真的要想脱离六道轮回，
你要真的明了六道里轮回的真相，六道轮回里面，人天两道，这叫善道，阿修罗也算善道，但是这个善不究竟。啊，为什么不究竟？它的因是染污的，它不是清净的。阿修罗也修福报，修大福报。啊，三种布施，他都认真修。虽修福，他的傲慢心重。啊，像在佛门烧香，他要烧头炷香，一定要在人前面，不落人后面，给人家增胜。啊，喜欢增，好胜，好增。啊，这是阿修罗，所以阿修罗喜欢打仗，啊，以战胜为荣。罗刹跟阿修罗几乎是同类，啊，都是有大福报，所以他有福，他没有德行。啊，那么在他享福的时候，这福是很大，福享完之后通通到三恶道去了。啊，你再往前面一看，你就晓得他出问题了。啊，不像人天。啊，人天来生修得好的依旧在人天，如果学佛没有离开六道轮回，修得很好，人道寿命到了升天，天道寿命到了又能到人道来，还享天的余福啊，人天两道往返，那要真修得很苦，才能保证不堕三恶道。没有证得虚脱还苦，怕的是又堕得三恶道，那可麻烦就大了。啊，恶道太苦，时间太长。啊，所以这段文很重要。啊，不善的因我们要知道。贪嗔痴慢的念头，这是不善的因。五欲六尘的语言在外面诱惑，在外面勾引。我们如果要是没有能力，没有觉悟，啊，在语言上生了贪嗔痴的心，那就造业了。啊，这个恶业就成就了。啊，恶业必定感恶果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。